就前往路口 KTX 上面。现在这车厢只有两人，然后好像因为防疫规定，所以两本来位置只能坐一个人，所以我现在是旁边是两人。我现在才发现 KTX 原来是就不用没有验票闸门，所以是靠人工。鲁娜酒店的就是外观拍摄地，它是木浦近代历史馆。这馆后面还有个防空洞，它好像是可以共通的。就是他一感应到有人进来，然后他就会开始，就是有一些防空洞的声音。哟吼！韩国人真的喜欢放这种东西。就这边有一些展示，就是关于，就是韩国人被日本剥削。点的是烤鱼定食，然后它有很多小菜，这个是烘龙，就是烘鱼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有酱虾，然后还有一些白带鱼跟烤鱼，这样一个人是10000块。然后它的海带汤料很多，就是它有很多无微博的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放什么。然后就是它的海带汤海味也是很多。新芽帽是烘鱼还是什么？然后我刚吃下去，我那边朋友怂恿就是吃他一口，然后结果还是朋友，还是我自己要吃的，然后他就是吃下去之后就一股臭味，我吃到现在没有吃过那么臭的，我也是，很可怕哎、欸，很臭，就是一定很臭很臭。超贵，怎么那么贵？22000。然后买完之后，居然拿到一张这个券，它是来回。那个人超，然后没有号码，就是根据他不同的号码，就是会叫就会叫不同的号码的人去等这样。然后他就会写说要等多久，然后还有多少人在等待。